好啦，入直路啦，前面超凡梦想嘅铁栏带住先，中间旅游首席赶过佢咁滞噶啦，再见到揈出去中档，有呢只聪敏不凡啦，内栏等紧位又好加加啦，外边观自在冚紧上嚟，出边海船生辉亦都已经系望空啊，再后边仲有嘅马匹有呢只喜登行啦，威利大大嗰啲马兜到嚟最后200米啦，明月千里骑落去占先咗，埋边旅游首席啊，咁啊再见到外边咧喜登行亦都上紧，最出海船生辉接近咗呢明月千里一出。赢啊！第二名喜等闲啊，第三名海船生辉，第四名咧就旅游首席嘅机会咧，比起华美之友啊高啲。结果二班插班初出跑1600，能够弹甩对手赢明月千里呢只马，相信都质素相当啦。喜等闲第二，海船生辉第三，旅游首席第四。真系打快工喎呢一只马。真系啲数据要嚟破嘅。系啊，但就唔系破嗰只合作数据。明月千里喺呢度胜出咗啊！东方快车冇一条栏，又要出咗去第四位，慢慢上啲啦。中间伏住个第五啦，明月千里啊！再外边军勇战神内栏第六位咧，仲有小米洲。中间粉红衫首饰太阳啊，响外边位置咧就代代为王啦。后多少威利加道咧，红衫嗰只尾衫啊执紧噶啦，响佢外边粉红衫加影之友，后边两只魔高一丈，揈到最出咧就系嗰只喜莲掌声嚟噶。好啦，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呢只有德威出咗嚟先，东方。快车拍住佢，涉内栏海船生辉，内栏魔高一丈稳紧位，外边打冲锋，仲有明月千里，最出嗰边咧，仲系喜莲掌声啊！最后100米啦，明月千里响中间斗紧埋边海船生辉，再外边仲系喜莲掌声，中档位置就系代代为王，最后50米啦，明月千里压住海船生辉，两个马抛咧就明月千里赢打比，第二名就系海船生辉啊，第三名咧有冇机会系嗰只后上嘅？威利加道咧，咁啊，结果呢只明月千里守住一个相当靓嘅位置，二搭第五位，直路上面出头，内栏都悭咗好多位噶，都好被动，就系嗰只海船生辉，两匹马大魔马房啊嘛，斗足半条直路，终点前明月千里啊斗赢咗。好啦，接近呢个800米嘅段处啊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马咧就系呢只喜莲巨星噶。跟住第二位嘅馬咧，有喜蓮歡聲啦。第三位內欄位置咧，慳咗好多位就朗日青天啊。再見到出邊藍衫奧騰作走啦，中間李健皇冠咧，咁啊潘頓一路響莫雷拉隔離啊。再後邊嘅馬咧，馬上發財褪啲，外邊有張藍，出邊咧仲有高地之母粉紅衫最出兩隻噶啦，有新紀錄最出就威爾頓入直路啦。前面透出嘅馬咧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就喜蓮歡聲鬥緊朗日青天，埋邊明月千里衝上嚟，好勁啊呢幾！再喺外边位置仲有张蓝，后多少就军事出击，最后100米，明月千里喺入边打落去，接嚟咗3个马位赢紧呢场女王杯噶啦。后边嘅马军事出击，张蓝同埋威尔顿朗日清啲，明月千里赢女王杯。第二名嘅马咧就系呢只军事出击啊，第三有张蓝埋边朗日清天，出边威尔顿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匹明月千里真系犀利啊！咁啊，結果同啲年長啲嘅馬跑一衝上去，咁啊，最後200米啊，已經掟甩2個身位，拋離對手，贏出呢場愛比女王杯。軍事出擊第二，將藍第三，朗日青天、威爾頓爭第四。一係唔贏，但係冇一贏啊，贏甩曬喎呢一隻嘅明月千里啊！贏完打比，再贏女王杯。軍事出擊呢度都跑翻個第二喎，咁啊，將藍啊跑個第三啦。好啦，過1000啦，前面仲係呢只精氣神放啦，位置變動就冇嘅。張南第二位，明月千里響第三，天才第四、第五位咧，仲有美麗大師啊。佢見到個800米段處啦，咁啊威爾頓咧開始騎啦，火紅人收停咗啊，直情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仲係精氣神放，張南第二位，明月千里扣住第三，但係外邊咧美麗大師同埋出邊威爾頓已經發力噶啦，咁啊明月千里俾人阻阻抽抽啊，咁啊再後邊。先見到天才噶，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就將藍將精氣神趕過，外邊冚上嚟有美麗大師，最出威爾頓，埋邊明月千里一路俾美麗大師搏住咗，入邊粉紅走一隻就天才，最後300米將藍透出，入邊精氣神選擇喺中檔追明月千里，入邊偷位上仲有天才，最後100米將藍透出，入邊天才上緊嚟，出邊仲有明月千里接近終點，將藍仲係接先，明月千里衝上嚟，兩隻馬相當。接近入邊天才跑第。
第三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以為張楠有機會爆啦爆啦，咁但係咧呢只明月千里擺正堂態，逐步逐步上嚟，末段個勢，明月千里應該過曬啊！個勢都係明月千里過噶啦，捧埋杯，布文搞到二名，四號嘅張楠國能。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，精气神依然系占先一个身位，将男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马有明月千里啦，英雄咧已经三排两拨，第四位、第五位大红桃，后边两只威尔顿咁啊打紧边咯，喜莲彩星仲系揿住嘅啫。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精气神同埋将男，中间黄衫明月千里，咁啊英雄拱埋嗰只大红桃出去，再后边嘅马仲系喜莲彩星，斗到嚟最后三拍，明月千里咧接嚟咗一个身位，埋边位置系将男啊出。边咧英雄追紧上嚟，再后边就喜莲彩星，最后百零米明月千里走甩咗个几身位，都赢紧呢场咧遮打杯噶啦。第二名嘅马都相当接近啦，埋边系张楠，出边追上嚟系英雄，至于第四名咧就嗰只喜莲彩星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明月千里啊，抛离对手赢出呢场咧渣打冠军记遮打杯啊。咁啊，第二名嘅马都相当接近嘅，埋边就张楠一路顶住，出边追上嚟就英雄啊。睇翻最后五十米到明月千里，咁啊赢起上嚟嘅姿态相当相当轻松啊。第二名咧英雄出边，入边张楠，第四喜莲彩星，明月千里，布文捧走遮打杯。好啦，接近呢個千二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活力歡騰咧，咁我放得好開心咁喎，咁啊接嚟咗咧，咁啊接近三個馬位噶啦，跟住第二位嘅馬咧就馬克羅斯啊，再落後個零身位，響第三位就創世記，咁啊移咗出去出邊喎，二搭第四位黃衫咧就係呢只明月千里啦，涉咗個內欄紫色眼罩、紫色衫咧就上利多，後邊三隻天才大紅桃響尾依內欄包咗落尾嘅馬咧就喜蓮彩星嚟噶，好啦，咁啊放到呢個八百米嘅段處咯，活力歡騰仲係帶嚟咗三個新位嘅，跟住第二位就馬克羅斯，第三位創世記，第四位明月千里，後邊上利多天才尾三，尾二咧有呢只大紅桃內欄拍住，出邊就喜蓮彩星。好啦，入直路，活力歡騰仲係帶嚟咗個零新位，馬克羅斯移出二搭，慢慢上，響入邊有創世記，出邊明月千里，再後邊嘅馬咧先見到就係呢只大紅桃響馬林穩位啦，出邊追就喜蓮彩星，兜到嚟最後三百，馬克羅斯。中档透出啊，望望后边先，追紧你啦！明月千里响出边啊，内栏嗰边仲有创世记，最后一百透出嘅马咧就系明月千里，中间马克罗斯偏嚟偏去，响内栏仲有创世记，接近终点，明月千里赢跑第二名，马克罗斯第三名，创世记第四名系大红桃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明月千里，咁啊，似乎下个月嗰啲大赛咧。贏翻場，整翻個勢先。終點前咁啊，睇翻騎師爺馬姿態咧，其實好輕鬆啊，貝湯美咁啊，都好耐冇贏馬噶啦。馬克羅斯第二，創世紀第三，大紅桃第四，明月千里，貝湯美幫我打摩馬房咧，都捧翻個杯。